2月4号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京举行。中国邮政同日发行了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纪念邮票，一套2枚，邮票图案名称为“共向未来，希望之光”。昨天一早，北京冬奥村的中国邮政网点内就有集邮爱好者早早的到来。该套邮票整体主要采用白、蓝两色，突出冰雪盛会概念。其中第一图“共向未来”以全息猫眼加激光浮雕工艺，着重呈现立体冬奥会会徽；第二图“希望之光”以定位全息冷烫，组合多种工艺，重点体现立体的雪花台和跳动的火苗。全套邮票面值2.4元，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1150万套。冬奥村里也有邮迷前来购买收藏。我买了他纪念的有首日封，然后有原地封，还有纪念邮票。纪念邮票买了2种，然后总共买了有40-50套吧，应该一共。它是一个有闪的那种鸟巢的那种效果，然后同时它也带着这种日出，它是很有纪念价值的。而且毕竟这个冬奥会开幕式，这种纪念意可能我这辈子再赶上第二次在北京的也不太容易了，所以我觉得收藏一些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义的。据了解，该套邮票2月4号起通过全国指定邮政网点、集邮网厅、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等方式出售，出售期限6个月。